我想在那个进入实施讨论之前，目前检举这边就刚刚公民还有男女申请的一些意见，我们可以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哈，我想刚才听了很多这个地主的跟民众的一个意见啊，那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检举要满足所有这些民众意见，大概是不太可能的哈，这感觉上不可承受之重。不过基本上就刚才这十几位哈的发言来看，来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其实在目前我们建议的方案里面已经有解决了哈。比如说我先一个一个基地来说明，在这个北侧阿林市北侧的部分哈，那么刚才前面三位地主就反对了啊，那当然后面也有几位就三位民众了哈，因为有屋这个无地的，然后这个有几位地主是支持的，可是因为这个是私权的争议，其实在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公权力啊，其实真的是很难顾到哈。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初松山站哈，捷运松山线啊，今年底要通车松山站，在最后一个车站，曾经有类似情况，在十几年前，就是我们也希望透过都更，因为它是一个天上圣母的一个地哈，但是上面很多住户他是没有，这个住了几十年，但是他没有地，那我们当时希望是说，如果捷运进去帮他整个更新、整个改建的话，应该促进地方的一个繁荣，那可是整合不了，所以最后我们也放弃了，因为也谈了很久，最后只好用国小的用地。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应该是地主跟这些有屋无地的人，他们去整合，去谈定了。那地主可能也要释出一些他们的利益啊，然后让这些这个有屋无地的人能够得到他们的保障。因为我联合开发其实是针对地主开发。你没有地的人根本一点权利都没有，他只能拿到拆迁补偿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好放弃。那当然这些地主其实自己可以整合去做都更的。那刚才有位王小姐提到说什么华湖，我们从来没有跟华湖有任何的接触啊。这块基地基本上就是我们捷运局比较主导，如果不是单一土地所有权人，捷运局要公开征求投资人，那华湖可能是做一般的都更的啊，就这个我们就不清楚啊，那他们怎么去跟地主去谈这些权益，那个是他们的事，我们捷运局并没有介入啊，这个特别说明一下。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好针对产权比较明确的这一块做最小用地的开发。那其实刚才有几位这个民众说，哎，是不是这是反对都更？其实我这个是捷运设施必效用地。刚才这个里长说啊，是不是放人行道？以这个道路的条件，根本放不到人行道上，因为现在人行道宽度大概一米多、一米半，到顶多到两米。那这个我们如果放在人行道上，至少要五米的宽，那再加退缩三米，要八米啊。那我把整个道路都占到一大半了，所以放在人行道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好一定要找两侧的这个基地，所以我们北侧用这样子的范围，我这样子说明。南侧的部分，刚才很多民众说希望参与都更，其实我们最后的建议方案还是希望整块接锅，依照第三制的哦，这个这一块不用哈，就是这一边哈，我们公展范围的部分全部来纳入都更哈，因为确实我们也发现，就是说这边参加都更，这边征收，好像对于地主是不公平的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整个划进来，然后参加。那其实，在我们新的容积奖励里面呢，在七楼已经有一些放宽，因为我是原容积加0.5倍的法容，所以它原来350的，原来就是225嘛，住宅，那350的容接近350，其实我们还是承认它这个350，那只是加0.5倍的法容，所以基本上应该对于这些不管是七楼或其他的住户，他的容积奖励应该基本上都已经有提高、有保障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应该是比较能够符合多数人的一个期望。那至于说 R03 的部分呢，那么我们也评估了结果，认为还是以整个接锅来做开发。所以刚才 R03 人他们是支持的，基本上我们也来也能够配合。那至于说地下穿越的部分呢，那我们画那个地下穿越那个图啊，就地下穿越，刚才那位先生讲说我们不确定穿越的话，其实是有确定，但是他必须要完成后面的
地下穿越的公告才能明确。那所以他如果想要知道范围，可以找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办的单位哈。那这个缺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车站的站体203在这里，这是广慈博园。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是不是进去以后，我上面一点我就不会切，因为这个道路它的并不是一个很顺的一个道路哈。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线型，因为它有一定的转弯半径，到了这个地方到不了道路上面，所以他意思是说，哎，这个我往北偏一点，其实我们已经移了20公尺的站体了哈，尽量。但是我一往这边偏过来，可能这边就要切到了，这边的私人住，这个基地的住宅又切到了，所以经过调整呢，最后啊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但是已经大为缩小。那确定的范围我们是知道的，那只是说拆迁补偿的经费啊，因为按照我们作业的进度，你可能今年的拆迁补偿跟明年拆迁补偿会是都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公告确定了以后，就会展开后面的一个，就是说都市化变更通过，我办地下穿越公告完成以后，我们会来做后面的这些动作。当然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在这次都市化都也有保障，就除了穿越补偿之外，那我们也有这个可以都更的奖励。那但是要公部门来参与都更，其实跟我们现在目前市府公办都更的政策其实是有违的。我们还是希望说私地主这边来自己整合来办都更啊，所以我这边说明。那另外就是说，要我们提供窗口，可以提供我们都市计划跟联合开发还有路权取得三个单位的科长的这个联络的电话啊。那如果这些民众有意见，我们都可以提供。不过我最后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民众的要求是说一坪换一坪，其实有些条件是可以做得到，有些条件真的是做不到。那强求我们也是很难的哦，所以这个我特别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充说明。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